是谁知道输的我们心下的挺緊張的，一開始呢只是以為 delay 三個字至半個鐘的時候呢，我都以為是因為有時呢觀眾入場可能會比較慢，我以為只是這樣，跟住後來到八點九都未開始，跟住我就覺得很有警覺，為什麼會這樣，然後我才發現原來是這個技術故障，我就立刻覺得我應該要上去 IG 度，譬如開一下 live 啊，上 Facebook 度開一下 live 啊，即是如果大家有這個收訊的話，起碼可以坐在個座位上無聊等的時候可以有些東西看看，我們一直在介紹個後台，跟著我自己做了整個 talk show 講了一個鐘都未上得台，就開始真的覺得很擔心外面的觀眾不知道什麼心情，還有我收到我的短訊，我媽咪有個朋友她趕船她直接走了，跟著我立刻覺得實在是很對不起他們，我已經覺得我的 live 已經沒什麼作用了，我就立刻上 Facebook 和微博上面去告訴大家，就是說希望大家可以包容這件事，還有都給了一個動力，我即是一定要唱好好這樣咯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喂，我有个演唱会在澳门，你不要来啊，他都没有问我，他都没有问我任何详情，没有问我几多人，没有问我在哪，只是问了一件事，几月几号，我说三月九号，他说看看先，拿了个电话出来不够一分钟录完，好啊我来，我说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唱啊，好啊，就是这么爽快啊，不是，其实我家姐开show是不是弟弟要铲场先， Give it up for Jam， 喜不喜欢他，会不会跟他继续走下去，勾手指尾，拿你的手指尾出来，勾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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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勾好到啊，中中意佢。其实我同嘉怡咧都识咗几年啦，我觉得佢系即系好 talented 嘅一个 musician 啦。咁其实我哋咧系有一齐写歌嘅，只不过首歌写咗一年半，一年半前已经开始写噶啦。但系因为咧，佢又忙，我又忙，然后我哋咧因为成日唔喺同一个地方啊，我哋写歌系喺度。他寫完一段他又 send 給我，我寫完一段我又 send 給他，跟住他又說我那段怎樣怎樣，跟住又叫我改，跟住我又說他那段怎樣怎樣，可不可以錄個第二個 demo 來，跟住叫他改，跟住我們在這裡即是搖他來這樣創作的，是啦，但是一定會出的，這首歌我覺得很好聽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嗱，這個是好笑了，大家真的不知道Jackson 呢那些廣東話呢不知道為什麼是很騎呢的，他一開始不是叫我家姐的，他一開始是叫我阿姐，跟住我就嚇，點解？即係我一開始以為他喺度玩啦，但後屘咧，
佢每次見到我都叫我阿姐，跟住我話：喂，唔好再叫我阿姐啦，叫我老細。佢話唔係啊，你係阿姐啊嘛。跟住我先發現原來佢以為阿姐係姐姐咁解。跟住我話唔係啊，姐係我嚟叫啲六十幾歲噶，唔係咁樣噶。跟住之後我就心諗要教一教佢中文啦。咁由嗰日開始，佢就變咗叫我家 姐。